人回来了，动手吧。南哥哥已经怀疑我不是婉婉了。不对，我就是婉婉。此时的我们还在谈合作，毫不知情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。陆宗，若是散为了揪。你下去吧，这没什么事。好了，陆宗。今天这么开心，我们干一杯吧。这么开心不还是因为陆总啊？李总，咱们也碰一个吧。小唐，我很看好你。我干了你们随意。陆总，这酒怎么比刚才甜啊？对呀，陆总，这还是法国的那瓶红酒吗？好甜啊！我也感觉有点甜，哈哈，不必在意那么多。陆总，这怎么这么热啊？我也是，真的好热啊！我也有点热，都回到各自的房间里吧。好，好，这里就是南哥哥的房间吧？都这么长时间了，药应该也发作了。我是谈婉又怎样？不是谈婉又怎样？今晚过后，我就真正的成为南哥哥的人。怎么会是你？南哥哥他？这件事情我不希望有第三个人知道。我一会把钱打给你，你也是个明白人，我不希望你因为这件事而……陆南，你未免也太自信了吧？真以为每个女生都喜欢你，想和你有关系吗？我也是受害者呢，过于自信可不好哦。你可真行，你的衣服已经撕坏了，一会 Fiona 会来给你送衣服，我还有个会要开，就先走了。好的呢，陆总，慢走不送哦。陆南走后，我卸下了所有的伪装，放声痛哭。为什么是陆南？